家咧就係2018年嘅6月14日嘅星期四早上嘅10:20。今日休息嘅起床，嚟飲杯茶先。而家我呢部咧就係Canon80D 咧，咁我就放喺呢個工作室嘅呢個地方，專門係做工作室嘅。咁啊，隨時方便咧，自己咧就係可以隨時隨刻咧都可以拍呢啲咁嘅視頻，好方便，因為有個三腳架，另外咧我仲有個外置麥頭喺度嘅。我覺得咧就係多啲拍下呢啲咁嘅視頻都唔錯啊，好方便，而且咧就係上傳嘢好方便。一拍咗之後咧，你就要講啲乜嘢嚟講咧啊，咁拎出嚟之後咧，咁好容易就上傳到美國 YouTube 呢啲咁嘅網站啊，花嘅時間又好快，一兩分鐘啊，啲網速非常之快，所以就你拍幾長時間都好，咁喺呢個美國網站度咧都可以上傳到上去，所以非常方便。所以咧就既然咁方便咧，咁嘅嘢係咁啊，我咪多啲拍錄像咯，多啲咁樣喺度咧就係做下主持人咁啊嚇。不過講得好與不好咁樣都係一種鍛鍊啦啊。今日禮拜四嘅，咁一陣間咧，我都會出去樓下度飲茶。咁啊，而家呢個時間咧，因為咧我小楊咧有啲事要出去未處理好，所以我咧就等佢。本身講佢係10:30出行嘅，但係因為今日飲茶，你冇必要話咁早，一定要咁早出門口。咁啊，大概係12點鐘之前咧出去都可以啦。正規的了，基本上的了，那現在是日光日白了，那我們的窗口呢就還有一些那些光線透入來的，另外呢我就這裡有兩眼燈補光的，那就即是學一下這個拍攝視頻的個燈光的技巧咯，現在都還是在摸索階段。那很多時候呢就在這個視頻看人哋點樣去拍錄像嘅燈光方面嘅嘢，咁啊真係莫以費錢啦。咁睇完之後咧，就覺得原來係咁嘅方法咧，就可以能夠達到一種效果啊。但係呢樣嘢都係要不斷咁實踐嘅，不斷咁實踐啊，多啲咁樣好似類似咁樣嘅拍錄像啊，你拍得多先會容易去。即是學到那種叫做技術的沉澱咯，樣樣嘢咧都唔係話一學就會嘅，其實都係無數次咁，即係類似人哋即係做實驗咁樣，不斷咁做實驗，不斷咁樣去用各種方法去實驗，就增強自己嗰種經驗咯。現在我就是這樣的情況，如果你不是經常這樣去拍錄像的話，你很難從中去檢驗到什麼方法好，什麼方法不好，你拍得多你自然你就會有經驗。咁我買呢台單反機，而家咧就係都要經常用噶啦，咁啊，所以我咧就係一般咧就係放喺我而家住家呢個地方咧，就固定佢。咁啊，想拍啊，想咩啊，咁啊就
就係咁樣啊，開口就講就 OK 嘅。我統計過個錄像咧，而家都有已經有千幾集，1,070多集噶啦。咁啊，如果咁樣嘅經常咁拍嚟講咧，就話個視頻有好多，即係嗰啲水係業餘嘅，正因為業餘先喺咩環境下咧，都要多做練習，不斷咁樣去提高自己的拍錄像的水平，這樣一定有信心，一定有自信心才可以堅持下去。如果不是我好像今天那樣起床那樣，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不一定是要有東西說才去拍錄像的，人家是有東西說才會立刻教你什麼叫做是要有東西說。即係我今日我特別有啲乜嘢嘢需要喺度講，其實你唔去拍視頻嘅話，你就永遠都冇嘢講。你要拍視頻嘅嘢，你冇嘢講，你都要需要講出嘢嚟。你需要去借題發揮任何時間內你都要去做呢方面嘅嗰種做節目的那種激情在這裡，所以我剛起床刷完牙洗完臉，那我就有時間我都會在這裡坐在這裡傾偈發表，當然我發表的東西不可以說有很多東西是敏感的，就不行，如果不是，因為有時候我就是拍的視頻是中國網站有份，在這裡有發，所以你說的東西有一點點不什麼，但當然美國這個網站是沒問題的，你們想說什麼也好，只要沒有牽涉到太大的那種類似太過尖鋭的問題就沒事所以我還是喜歡的，就是拍啲視頻咧，都中意係上傳到呢個美國網站嗰度嘅，因為的確，但係咧就係好遺憾嘅，就係我上傳美國呢個網站咧，就係大陸就睇唔到，所以就係有呢方面嘅遺憾啦，就係咁。因為事實上咧就係太快啦，所以啱啱拍視頻嘅，你拍十幾分鐘，如果上傳到美國呢個網站，大概一兩分鐘。只一兩分鐘內可以全世界都可以睇到，但係咧就係所以我又好中意呢個。就算我都曾經想過，如果我係發拍視頻，都係專門上傳呢個美國網站算啦，當係自己一種娛樂方式咯，即係可以坐喺度嘅，你可以隨心所欲咁去表達自己想所講嘅嘢。雖然話內容上面不一定話十分精彩，但係只要你肯去實踐，肯去不斷咁樣去做一件事情，堅持落去嘅，咁都係總係比唔堅持嘅好。所以我哋係抱住呢種目標咁樣去不斷前進嘅。冇茶飲添。嗱，咁而家我咧就係有三眼燈嘅，但係另外一個窗嗰度咧，因為而家日光日白嘛，咁個窗我雖然有窗簾布啫，但係外面個光照入嚟嘅時候，就起嗰種反光嘅感覺，所以日頭嘅光線係非常之好。咁啊，再加翻兩個副台燈咧，咁啊啲畫面好清晰啊，而且係單反機嚇，單反機更加係比較清清嘅，總體講都係比較滿意啊。
家之前咧，我又係中意玩呢方面嘅相機啊呢樣嘢，中意玩嘅。首先一定要中意玩相機嗰啲嘢嘅。所以我而家住家度咧，就係咩都少，就係可以同你講咧，就係啲電器啊最多。然後你哋咁嘅啊，呢啲相機啊。啲相機就好靚啊！呢幾日時咧，我都要帶呢部相機出去，反而啲單反咧就唔一定係帶出去，因為太大咁太笨重，咁啊適合咧就喺屋企度咧咁啊做呢啲咁嘅節目，咁攞嚟固定佢，等於係啲影相鋪咁樣喺屋企固定佢嚇。呢啲咁細部嘅機咧就有時會帶出去，但我啲有啲。手機啊，三星啊，嗰啲都好靚嘅，所以其實即係隨時隨地咁樣去做呢啲節目啦。喺我身上啲相機太多，買得太多。在这方面我都是花了不少钱的，因为人有爱好方面就是肯定是资金在那边流，反而就是对食的方面反而我就没什么话十分用钱比较多，反而这方面就是用钱比较多的，甚至我自己的汽车都没有买那么多，这些没什么花很多钱去买汽车方面的东西，喺啲古靈精怪嘅非常之多。好啦，咁啊，而家咧就係先傾到呢度先。好，掛下先。好啦，咁啊，而家咧就係傾咁多先。